字张月凡，公测展开中。千万奖金同盟争霸赛，总奖金1000万，第一名可以获得499万哦。是不是有痰？是不是有痰？大家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台哥的身形。哎呀。而且你现在胜利好了，然后往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次秀完以后，我不秀了。在你给大家看之前，我先问一个问题。你问一下，你问。你有白色的鼻毛就算了，就算了。有吗？有白色的鼻屎是怎么回事？这边，左边，左边，等一下，偏外。开场这么久才讲，我这全国我秀一下，全国都播出去。观众，你们发现？等一下，白色的鼻屎。好了吗？好，重新开场啊！你刚刚秀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呢，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这次秀完以后，我再也不秀了，好吧？别人讲说，哎呦，哦，好像很厉害，这样子，也没有什么很厉害。50几岁，考到这个，先看一下，太极王 ，OK， 职业大客车，哎呦哇，掌声鼓励！交通部公路总局大客车职业驾驶人。定期训练，为了要拍大客车这个题材，真的下海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把执照考到，我觉得真的很感动。我们直接 ending 了，因为我没办法再录了。可以说是经历7-8个月的时间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节目就是这样，要认真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开公车，不是开玩笑，你一定要拿到执照，要不然说，你没有执照，滚，酸民，酸民。刘大神，晚餐别吃太撑，每周四晚上你绝对不是一个人。晚上他会打人，主持人最认真，老板 Irek 亲自到场来作证。他很敷衍，他一个人在扛灯。不要，我们一起出发，放下压力一起玩吧。不要，跟我一起长大，拿起扇子一起打打打。现在大新店驾驶训练班了，很兴奋哎！已经在旁边等了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老师你好，老师你好。老师，那您贵姓？我姓李。李老师，像李老师，请问您一下，您像比方说教育我们这些大客车的司机啊，大概多久的时间呢？教他们？大车教了十几年。十几年。所以您自己本身是一位大客车的司机，也很久以前。希望这个李老师这个。好好教育我们，谢谢。很简单吗？开了就懂，开了就懂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大客车训练来了，大客车训练。那我们走。大哥，你考上驾照想要干嘛？想要干嘛？我想要开公车吗？而且我想要开偏乡公车，因为其实偏乡公车呢，这个我们政府每年都有很多补助。对。可是如果不补助的话呢，那些偏乡的人都很难到城，就是乡镇。他们没有交通工具。他们没有交通工具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教练车了。对，开大车记得是随时把你的后轮顾好。你在开车的时候随时要顾好它，这边会有个灯，对，这边会有个灯。为什么这两个灯？就你知道后轮在这个地方。是。好，我们上车吧。上车了。我们开大车跟开小车，其实它的操作原理都一样。是，手排车嘛。对，你可以用离合器去操控你的车速。是。不一样的地方，第一个刚才跟你讲。后视镜的后轮要顾好。第二个，转弯的时候，我们讲一个术语，就是你要稍微吃深一点。哦。你不能跟那个小车一样，好鬼新的鬼哦，对对对对。那老师请教一下哈，所谓吃深一点，大概要出去多少？它的前轮的位置是在你座位的后面。对。所以你的人坐在白色线上都还 OK。
千万你的后轮要经过障碍点才能弯。这两个跟地的那个，对对对，了解了解。好，来，您先来，哪个？就是你了，加油！我这个可以，教练在旁边，坐在旁边，教练在旁边，不用怕。对，小小的动作，大大的感谢，请订阅，订阅频道加追踪我们的 IG， 等你们哦。来一颗首发，第一趟不理你，所以老师，我现在是要走这条，对，只有一条，只有这一条路。好，来走，放轻松了，没事。来放别去就，来哦，让他走，好，看左边，右边不要看，不要再一直往右边，不要一直往左边搭了，哎，这样就够了。很怕哦，怕。好来。我知道当公车司机，我送人家回家，可能从早上送到半夜，没有到。我们拍嘴。第一个人。有声了吧？看右边哦，感觉不对了就要修了。你方向不要再动了，再动一等一下拉不回来，就被你吃掉，有没有？吃掉了，吃掉了，很快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陈杰的计划动，所以啊，我们当教练很辛苦哈、哦，很辛苦。刚好吃饱很久了，要不然就吐完了。真的很辛苦。真的是要命，不会啊，不容易。他们后面的人更怕，对吗？怕吗？啊，怕吗？对啊，你们怕不怕啊？行吗？好像还可以啦。刚才老师一直在你后面看，对不对？他就一直讲说，哎呦，这个人应该会压线，应该会压。就是说，哎，又没压。他说你一直在修，他说很厉害。今天这对第一堂课哦，让我觉得，对啊，开公车不得了，因为开公车他真的是哦，要注意安全。对。还是以安全为主，那个位置啊，前后都要看，完全不一样，而且要有那种大的视角，真的是这样。教练今天给你的评价就是天才，真的吗？好气，老师，你闪这样闪的过，我真的是。好了，老师，谢谢。第一堂课，我是天才，但是他对他比较有信心。这什么结论 ？OK， check it out。正常来讲，你的后轮一定要走到那一条黑管才能开始找方向跑。对，老师先等一下，我先下去看一下，这样子我会比较知道一点。我大概知道了。对，差不多是快到后轮的后壳那个地方。对，你的后轮有没有？这个时候才能打。对，我是给你看的。把它出来呢，你的人让他走，记得你的人走到路中央再打，走到这个路的中央再打。我的人走到路上，也就是贴到那个差不多插头那边，那个箭头那边。对。我现在镜子看上面那个没错吧？对对对，对吧？好，两个都是看上面。后视镜是在这边，那个灯泡后轮。对。后轮跟着黑管走，哈，好来。哎，有点难呢。对啊，老师越教越难了。你在外面开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出来一样，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看右后轮，别让它压到黑管。我们考试的时候，你的人可以坐在这一条白色线上。我现在的人是不是坐在白色线上？对。但是你的轮子不可以去压到白色线。有没有看到？
哎，对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有看到。所以我们可以吃得这么深，对，因为轮子在我们后面，是，不要怕了，人坐在上面，你们都认为哦，这个已经压到不行了，其实它是很远的。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这边，这两个弯一定要找方向灯，在考试的时候，因为它很明确的告诉你这是插入了，插入是说的，对对对，它是插入，你一定要打灯，是，好，一定要打灯，不用这条线，回正以后就走，就可以走了，对，回正以后就走了，哦，回正以后就走了，空档，三档。你先来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老师去，老师啊，我上场了，你被老师，老师你啊啊，你怎么上？老师没有，我要坐，我要坐你旁边，我要坐你旁边。踩离合器，发动，踩离合器，发动。啊，左边打死，大翅放掉。过门槛，对不对？好，人走到路中央，再往右边。想办法把它倒进去，好，有没有看得到这路库？哦，我老师我看错了。好，出来是不是右边非常窄？对。好，那很简单，出来往左边先打一圈。好，对，可以修正，但是你不能前进后退，要一次就进来。这样居然不会压线，真的很厉害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我们手臂太宽了，太宽了。十六分去了，可以一次过十六分。好，啊，大哥赞。我这整个屁眼他妈都快肿了。啊，老师拍手，我这个狭桥还是，那狭桥还是。其实你狭桥过了。没有啊，敖彪。啊，对，所以你太早放弃了。你的灯泡还没有过黑管，你就把它放弃，你就把它看前面了。后轮过黑管才叫做安全。为什么你会浑身都是汗？车上很热吗？好不好？车上有很热吗？下出来的，这样可以了吗？真冷汗。好好 ，OK。而且你的汗还是爱心型的，我的天哪 ，Oh my God, love。好了，我去穿衣服了。好了，会冷会冷，然后穿衣服。OK。好，期待下次上课。Check it out, yes, man。就下次，好不好？好，4月10号考试。4月10号考试了吗？然后。接下来一个礼拜最少来两次，多练习，多练习，多练习。天哪，就马上就。不难，但是你就练，练就对了。练就对了。有来练就。熟能生巧。老师，你对台哥有信心吗？有啊，有，这很简单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啦。上次你说我开的不错，就是说对我们老板有信心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他转弯不会停。啊，他转弯不会停。他转弯不会停。是吗？那你走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，碰到那种比较严格的考官，停一次扣八分，停一次扣八分。是哦。哦，很快就去了、啊。对啊。老师今天要上的课程是？今天我们上曲向掉头跟上坡起步。曲向掉头跟上坡起步 ，OK， 曲向掉头。好，就进去右边方向灯。好，那怎么进去？方向主机走到那个出入口的中间，再打死进去。是的，碰到安全岛以后，好，准备停车了，停车就看严谨的出境了。好，碰到安全岛打死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看出境。
好，故意挡，走，不要踩离合器，不要踩刹车，让你的保险杆离这四条黑管的最前端那一条水泥线20公分左右停下来，这条水泥线，这条水泥线，咦，在这里停，这样轮子就会刚好，对，对不对？拿一下，好，好了，离合器松，松到它抖动，抖到都松掉。脚刹车松掉，它自己就会走了。对，离合器不能松哦，离合器不能松哦。好，让它过黑管，过黑管，好，离合器就可以松掉了。哎，为什么老师那个时候离合器不能松？因为你左脚右脚同时松掉会辛苦啊。我的意思说，刹车松掉的时候，离合器也松了。哎，但是你要让车子先滑出来，滑出来再说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懂意思。先停最尖端。打死，回正就好了。12点位置去碰到安全岛，好，让它碰到安全岛，左边打死。离它还这么远，我们超啊！这样就懂了。其实就是靠近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因为然后靠近又再打死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你的人，其实你这个距离就很好了。这样刚好。这个距离就很好了。然后你怕你们会有压力，我知道。老师，那打死以后对准了再回。那你就看后视镜了。后视镜。对，好。这个就很漂亮。再回正，回正，走一圈，走一圈。离合器开始放，要放这个时候才能慢慢放掉，这个滑出来就可以松掉了。啊，我知道位置了。OK 啊，来，我教你 S 型， okay. 来上钢杆。好，我知道。好，我们要进 S 型了，进去单向要打方向灯，所以我先打右边方向灯。一样，让我的方向主机走到出入口的中央，再打死进去。这个跟曲降吊筒一样，记得打左边一定要顾左边，打右边一定要顾右边，千万不要两边看。好，我的灯泡跟黑管的距离是这么宽，变窄了就去修，让你的保险杆走到安全岛上再停，这样你的后轮才能完全出那一条黑管。好，好，前进完成了，倒退。哦，倒退就厉害了。所以我们转弯都是看后轮，后轮要走到最顶点才能打。好，跟着它转出来，跟着它转出来。我的腰嘞，这怎么会啊？怎么不会啊？也很简单啊。好，你做一次看看哦。哦，不管成不成功，试一试再下课。好，来。圈，两圈，好，看左边。哎，这个距离很好哦。好，碰到了，从右边打，看右边后视镜，让它保持20到50公分宽。哎，对。Thank you. 不错。
你的本人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要多锻炼，熟练，熟练。帅是很帅，是吗？I've been on the road since I was five, sitting by my father for a million miles, picking up old stories on the ride. I've been counting shadows to the beat of the radio. I feel like a baby.保险杆这个距离稍微拉宽一点。好。简单描述，你现在什么心情？我觉得天气今天变好了，我觉得心情也慢慢恢复了。学测前一天的你是学测前一天，现在是准备要这个模拟考。明天就要正式考试。我问你哦，一个身体健康健全的男性，对，身上出现白斑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就是我快变白人的意思。你变白人朋友，不要再闹了。明天考试，老师你说有没有信心？肯定有。他仿佛就是在跟你说，如果明天没过，对不对？退费了。真的吗？真的过啦。好了，终究还是要考试的嘛，是不是？这个今天就是面对的时候了。你先不要想太多，你考过以后，是拍节目，没有要服务任何乡亲，没有吗？没错。可是台哥，你要这样子想，我觉得我们为了拍摄啊，我们宁可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学这个，其实表示啊，我们对这个工作的尊重，当然是这样，这就是我们专业的表现。OK， 老板讲了一些很屌的话。他们讲一些很屌的废话，哈哈哈哈哈。OK， 屌是屌在说，至少台哥是为了拍摄。对对对 ，Eric 不知道在考，真的不是 Eric， 他是有点想法是什么？兴趣。他希望大客车考完以后，他有机会去考联结车。因为他想买那个叫做什么？哎呦，后面拖一个房子那叫。对对对对。没有说，他想这样子。你有联结车，你有大客车。对。你知道这象征的什么吗？怎样？本公司跑路的时候方便，你载人，你载货，然后我们两台车这样拖出去，我们整个公司就散。好了，那就祝福你们两个。因为听说那个国家考试是我们不能拍也不能录，我们只能在远方默默的守护。这样子。哇，单压。你是想走？你是想走？砖头呢？砖头呢？不用不用。哎。好了，祝福两位那个一切顺利。好，我在那边等你们的好消息。OK 了 ，OK， 庆功了。好，晚上庆功了，庆功 ，Yes， 好好 ，Yes， 庆功，我是，我是。刚刚传出警示声。
才哥昨天练很棒，才哥紧张啊，他是牛棚型的那种。牛棚，来迎接他吧。是不是挂了？挂了。我刚出来的时候没有注意那个后轮，不小心压到。对，真的是不小心压到。浑身汗。对啊，全部都 OK 了，最后出来的时候没弄好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帮你报考4月27了，27要再战江湖两个礼拜哦。死了，真的，妈的，有够烂。至少证明说他们很严谨，因为你要录影就放水给你过。没有。过了。我跟你讲，台哥其实他很紧张，因为我在开坐在后面的时候，他的脑袋是空白的，真的是空白的。所以我现在想看你怎么安慰他，我们过去。好了，一定要来陪他好不好？他一定要过。恭喜 Eric， 公司可以买巴士了。注意看一下，领照的时间是5月4日，中午过后就要你。期待收据跟身份证来领驾照，我5月4日要来领驾照的。来考座照。我还没考过，你觉得我今天行不行？一定可以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他真的很有力量。他说我一定可以，没问题。哎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像比方说上次我们没有过的有多少？比较多吗？上次没有过，算蛮多的。那我想请问，就在你的记忆中，就是你听人家说的，大概有考过几次没有过？最多你听过的？其实没有听过很多，因为我们是原场地考试，这边考最多次可能也有近十次。期待今天能够过5月4日来领证，不然他有讲说，or下次报考费。or 老师，我又来了，啊，行不行？行，行，行，好不好？绝对行，今天这次没有问题了。是我老板还是哪个？是我老板，应该是你老板。我老板疯了。黄维忠，哇！哦，我跟你讲，开公车真的不是开玩笑。不是开玩笑的吗？真的不是开玩笑。了不起！哇，一身汗呢。今天很热吗？今天很凉。很凉吗？甚至有点偏冷。怎么会一身沁瓜呢？谢谢教练，真的。下车他就给我一个拥抱。哎，真的感觉有点会有一点感伤，要跟这个教练 say goodbye 了。领照，恭喜。好，好，这是你老司机开车的第一步。很少拍一个单元，要搞这么久，旷日费时啊。但是问题跟你讲，这就是一个做事情的态度跟谨慎，就是这样。一定要这样 ，attitude，OK、okay?。过了吗？过了。怎么了？这是呛到了，喜极而泣。对啊，好，哎，快要55岁的时候，拿到这个驾照真的是蛮感动。今天真的开心耶，因为人生三大乐事：金榜题名时。你今天我跟你讲，考试怎么会这么紧张？我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考试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觉得我平常都考得很好，可是我怎么一到考试就整个
手软脚软，我可不可以？你是牛棚型选手，就直接挂，就挂掉。那就是下礼拜一领照。下礼拜一领照了啦，台照明领照了啦。现在其实我真的，我从开始练车开始，我就特别注意大客车的司机，真的要礼让公车，因为公车实在很难开，死角很多，真的。而且它又是一个服务大家的一个行业。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，哎呦，公车妈很讨厌，在我们前面挡什么鸟啊，什么什么。其实这是不应该有这个心态。哎，我觉得，请你等个，比方说你等个半分钟、一分钟，大家都安全，尤其是骑车的骑士。我们贯彻了讲真的一日系列的宗旨，对啊，就是借由拍摄去了解彼此，所以大家互相体谅一下。但是我觉得大客车跟连接车这些驾驶也不要仗势自己车子很大，用路人互相之间的体谅就可以减少交通事故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是最屌的行得安全的教育片，太屌了！我跟你们讲真的，拍什么鸟都没有用，实践 ，check it out， yes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嗨，东摩东摩，妈妈桃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支持我们的原住民妈妈种的桃子，好吗？拿到了。恭喜你，谢谢，拿到你的驾照。真的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普通大客车，真的好屌。OK 啦，恭喜啊 ！Check it out， yes， OK。公车司机，准备开始。七日哦，如果没过的话，会来啊！哎，你这个金口讲得太好，感谢你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们的承办人员对我这么有信心，绝对会过。OK 的 ，Thank you。好好，谢谢。看到没有？啊，对我有信心了吧？是在那边。要不要再看一下？有没有第七的？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好。两题模棱两可的题目错了。他这样是过了。九十分嘛。过了。差一点点一百，我操！我那两题都是犹豫。你这个傻瓜，我操！所以是过了。对啊。我九十应该一百的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。OK， 好不好？厉害了！我想先跟站长报道一下，因为我听说，就算你经过了这个，这个事情我就先跟你讲一下。什么事？我也不卖关子。当我一拿到职业大客车的时候，大家争相要争取我过来当职业大客车驾驶员，你知道？后来，指南客运得标了。好不好？陈客运，好，跟站长报道了。跟站长报道。先问一下，因为听说你考到了执照，你手都拿到了，也不见得。看到没有？厉害！刚刚回来的。没错。好不好？就是说，你全部都拿到了，也不代表你今天任职第一天你就立刻可以开，那好像还要有一些程序。我问一下站长，是什么样的程序？会不会你最后功亏一篑，化为泡影，最后整支影片作废？然后长达四个月的录制，72T，七个月的录制，四月份到现在。如果是四月份怀孕，孩子都快出生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做一支片子要一年呢。你在练车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出手机，所以也没有太大的损失。我们欢迎站长，欢迎，欢迎来的站长，您好，您好，恭喜贵单位得标了，没错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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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公司的荣幸，这能够穿上贵公司的这个红背心啊，这也算是我们这个公车界的一种荣誉啊。这个几个月下来，我觉得要真的成为一位公车司机，实在是太困难。对，没错。是站长，您自己本身也是从开公车这样子上来？没有，我进来是就是啊，所以你没有啊？是没有直接大客车驾照？有吗？有吗？有。刚想好了，没好到。哦，所以其实这个我们报道以后不能够立刻开公车，还不行。你学长来了，打下招呼。sorry 啊，学长学到了。海哥来跟我们公司报名的时候，我们要经过一个路考，还要在路考，对，就怕他是用鸡腿换，对，有可能靠关系啊什么的。哎，你今天讲什么？靠，讲这什么话？全是啊，这。
我们真的是靠一步一脚印爬到今天的。我对你有十足的信心，可是我还是想问一下，你说站长有没有同事是他都考到了，然后他来，结果在指南客运的考试没有过关？有。干嘛咽口口水？紧张了是不是？该不会是你？我刚才就是吃了三宝饭的嘛。好了，那站长现在怎么样？我们要立刻先完成报到手续考试。对，我要介绍我们的何考官。陆考官，对，欢迎你好，何老师，何老师你好，何老师，何老师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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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太紧张，是是是，因为从你去驾训班的那一刻开始的素材剪到这边，你落榜已经有40分钟了，万一你等下挂掉，就收在这边。一日公车老司机，几分合格？80，我们80分以下要补考。60分以下就直接淘汰了。哎呦，不是，刚刚站长讲说真的有淘汰，是开玩笑还是真的？真的，有被您淘汰的。是，都拍7个月了，了不起就挂掉，下次再来嘛，就是熬到我们过为止。不要啰嗦了，正式考试，开始。稍微起步，那我们二档起步就可以了哈。那当然，第一个就是要先打方向灯了哈。好，尽量让车子不要往后滑，或者是熄火哦，顺利的把它起步。那第二关是我们的行穿线，要做停止做止刹法的动作，所以我们标准是在行穿线的3公尺之前停车。是。啊，那做止刹法，左方无人车。右方无人车，左边 all right， 无人车，右边 all right， 是前方 all right。好，那第三关，我们来到第三关了，直线加速。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换到4档。那我们比较高阶的动作，就是在没有刹车的时候，要怎么样很安全、很平顺的降到3档啊？好。假设我们现在要减速，把油门放掉，它就有挡刹的功能，對對對對對，速度就會慢下来。对对对对。哦。后面是不是有一个人打哈欠？帮我敲他的脑袋，敲一下，快点！给他，快点敲。这么轻啊？用力扒下去。我跟他之间还是有一些关系在，他没办法。扒下去。哈哈哈哈哈。好，我们要停靠右手边这个站牌。我靠！停靠右手边这个站牌，他已经停成这样了，这个应该是不行吧？哎，我们打1999就把这钱拖了，拖了啦！是我们尽量靠啊，至少车身要压到停车格，那车身把它拉正，那方向灯会一直跳，没有错，把它维持着。你看我们违停有多么的严重，拖了啦。OK 的。好，现在假设现在上下车结束，没有出站。你觉得这样子开得出去吗？应该是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慢慢的把它开出来。哦，还有违停开门的哈、哦。你看，还有违停开门的，你看多危险。行穿线因为很重要，非常的重要，每一次都要注意。是，所以我们占了20分的占比。对、哦。做不好的话，等于是就补考了。好，做止刹法，左方人车，右方人车，前方人车。好，再看过一遍再走。好，下一关第8关，我们要从2线道的道路转到1线道的道路了，就是小路了，对，这算是小路的意思。转入小路，是的，车要过来，我们注意一下。那我们的车身比较长，要注意一下车身不可以去撞到人行道上面的障碍物。转弯的地方有2条虚线、黄线，我们的左后轮不可以去压到线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教练做的这个左边镜子。OK。好，注意看哦。我是 ，yes。我们在新闻上面有看到很多养德大道，对，他都说刹车失灵，很多都是没有变低速档减速，所以造成刹车使用过度，才会造成意外。是。那么回到终点啊，很简单嘛，简单啊。老师，为什么我是有点想岔赛的感觉？今天的工商时间。台北有淡水河，有基隆河，上海有一个黄浦江，有没有？法国是塞纳河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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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所以你到底讲了，我们今天在哪里也没有？我们在高雄睡屌的。
爱河。哦，我问一下，你今天公司全部转过来的，打电话给 Eric 说我们公司移到南部。好，下来下来。好，我天哪，这怎么是？这骑这么快是干嘛嘛？好 ，OK， 手刹这个也完全放掉，很好，十分赚到了。左看右前，左右看前前方。五来车是好，继续前进。好，好，注意一下时速，不要超过40哈，到四档。哎，哎，好，我们车身要抓稳一点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开始准备降档喽，降到三档。哦，哦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做一个解说，我们有玩过接力赛，对不对？对，高速档降低速档，我们要先把转速拉上来，等于是助跑。哦，从高速档换低速档的时候要，反而要把速度拉高。转速，转速，转速要拉高。右转。有没有撞到他？小心，小心。没有吧？小心，很近的。是啊，没事哈。啊！破事啊！台哥八股，不要八股，不要八股，直走，直走啊，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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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慢慢的哦。可不可以？往右切可以，后轮过就可以往右切，对，对对。有几个车这样过来，真的是瞬息万变，车上我算还好。左右前圈，好，没事。哦，转弯要慢哦，不然看到障碍物修不容易。好，那没速度就要从二档开始。好，很好，来慢慢起步。我们前轮不要到双黄线都 OK， 好，直走，哎，不要太早打，不要太早打，不要太早打，往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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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太早打会压到线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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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往右切，没事，真的，哎呀，过过过过过，过过，是，所以我们一般会注意第一条黄线，过过过过，不容易啊，所以要熟悉一下你的车，来，方向灯。哦，太快了，零闪离合器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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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救回来，是救回来，来，救回来，哦，很好，哦，救回来的是，啊，啊。恭喜你过关了，真的假的？是。他87有一点含义在里面。啊，没有，刚刚好。是真的？那没有含义。我刚刚
圣结石都震出来了，我想。没有，我要看一下老师的，让我看一下。对，紫砂法的地方稍微。紫砂法，我们待会出去一定要手做。哦，要 手到哪里看到哪里，手才是紫砂的，是纸哦，纸。那我是纸做了，是。恭喜退训，好不好？而且刚刚老师说了，87分是一个巧合，你就去看扣分扣成这样子嘛。但是我很注重的是什么呢？行人的路选，所以在行人经过的时候，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指擦式，是原来是要用手指去指，但我只有看，只有看，往这样是不够。恭喜你成为我们指南科学的员工。这照片，火云邪神是怎么回事？火云邪神里面是你了哦。我叫里面，你看一下，我真的叫里面哦。哇塞，驾驶员的哦，哎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了哦。哎，不是假的嘞。我是你爸爸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是你爸爸。我是你爸爸，怎么会这样？来，哇塞，你现在可以戴了。还有 VR， 像是 VR。这是你的制服。哇塞，谢谢谢谢。那我现在不啰嗦了，先换制服 ，check it out。台哥准备上路了，准备开车上路，啊不是，准备开车了。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刚有一台保时捷差点完蛋的故事。凯燕整台车在震动，在发抖。连老母的帅。来准备，来五四三二。没有错，是我，我是小郭，我是父神。在上车以前，我都会来一瓶老邪针，让我的身体处在永远最佳的状态。我先示范喝一遍，给你们大家看看。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人生嘛。喝一罐再上路。其实我们的平常开公车呢，都要很聚精会神的，都要很聚精会神的。有没有跟我兄弟开车过去了？很聚精会神的，所以你看一天开下来十个小时，非常的累，一定要饮一杯老邪针，让你感觉到通体舒畅。然后其实我们这里呢，对我们的司机朋友都非常的好。平常他下班呢，上面我们还要准备床铺，不是座位哦，让你好好小憩一下，睡一下补个眠呢。你睡个15分钟、半个钟头、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、5个钟头都很好了，睡10个钟头也可以，你第二天再上了吗？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每一个乘客平安的送回家，这是我们的心愿。雨雷。而且保养一下。喂，哎，保养一下。好，我很久没有大保养了。我不是，我是说我很久没有大保养的车子了。好啊，好 ，check it out。卡应该 OK 吧？他妈，你买票了没有？你从头看到尾，你有没有买票？你那边笑了半天，给钱。好了。看我右手边的这一位呢，就是每一次我们出车前呐、啊，一定要好好的仔细保养的孙班长。班长您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的。跟我们出车以前都要例行的要，出车前都要做一次保养，不管你是几点钟出车，只要出车就要做这个保养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做一次保养。对，是。所以现在请孙班长帮我示范一下，怎么样子在公车出车以前做一个例行的保养。是，请。
办单位，华贵娱乐。哎，木曜是让哎 ，Boy Rising， 哇塞，木曜跨界演唱会，长这么大，上过公车吗？哎呦，报班长，请问一下，您知道木曜试唱完这个节目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班长，轮胎，轮胎，看他的胎纹，拍拍看，听他的声音。哎，这个声音很像西瓜熟的那个声音。对对对，这就是有气，这就有气。OK OK， 它后面是两个轮胎，哦，两个轮胎没有气看不出来，是，所以要用拍的。哦，双轮的这两个轮胎。要听声音。OK OK， 哦，所以前后的轮胎是不一样的嘞。对对。前面只有一个，前面只有一个，我们就看它，哦，这胎纹也好深哦。对，是打开是，风铃器会叫。哦哦哦，这样就是正常。对。其实我们在坐公车的时候是蛮安全，我们都很注重到每一位这个乘客的安全性，好不好？谢谢值班长，谢谢。哎，这很正点哎，下次我就如果有喝酒，我就开到你们这边来啊，不是，他要开了酒，加多少？加多少？然后出车之前，我们要拿一个派车单，来个我们值班商务会给他写个派车单。派车单。OK， 那我们就可以出车。好，出车了。啊，大哥，这个要拿着，我就拿着放在车上这样子。对，没错。下车，有人上，这样子。不能下什么车啊？被偷是我。哎，三宝，小心点。我发觉我可能不适合当公车司机，因为我可能会开枪。哇，这样子吗？然后往打手电筒，然后超级那蠢蛋这种人。对不起，我太火大了。站长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这时候平常只能在内心讲，内心讲，对不对？那妈的，好你好你加载，你们先要紧，那我来听我讲给我。这个还好是自拍，我这刚刚要是开那手牌，我现在应该已经被抓了。应该被抓。你看葱油饼在这里，葱油饼，葱油饼在。哎，葱油饼啊，哎。抢救。习惯了没有？你们这些乘客，你们习惯冒险了吗？冒什么意思？我还没开车就血压先升高，这样正常吗？来，下个车。嗨嗨，来，我们投币一下，我们投币一下，上车吗？上车吗？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嗨，这个车是嗨，我是开车的，嗨，上车，第二 round， 还有乘客要上车，还有乘客要上车，欢迎搭乘木曜公车，来，同学们请就坐。祝大家今天的驾驶员、排气员。驾驶编号54188，车号 KKA1560。我是你很高兴为大家服务。多见要信是因为台哥的技术，不是因为我。请后面不要再讲屁话，对本车没有信心的人请下车，滚。结果全部都是。
那电车要下吗？你知道公车笑话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公车笑话？公车什么笑话？我想听。就是公车笑话就是这样，有一个年轻人在那边这样子，就都塞满。对。然后就有一个阿伯，然后就没有要让他，那个阿伯就想要直接要抓他，他直接就这样捏着他，捏着他的肉，就捏他的肉，然后又这样摇晃，然后就各位关门了，不要讲话，关门了，不要讲话。好，请关门。就想说，就不好意思推开他，然后只好用一个比较客气的方式，他这样。倒车了，不要讲话，倒车了，请倒车。倒车不要讲话，请倒车。后面不要喧哗。太凶了，我投诉。他说投你。现在公车很特别，就是公车司机在倒车的时候，我们要帮他看。来，今天特别让各位换上学生制服，就让你们回到学生时代，体验一下这台无限列车，对，好好享受这趟。不卖。学生在后面可以做超多事情，你譬如说，就比如说睡觉就是一定要这样睡的，然后不要讲。同学请在后面不要喧哗啊，好吧，不要玩耍，因为这样很要考试，你不知道，我妈跟我说要认真读书啊，你再大声嘛，你信不信我等下来揍你。如果说自己 handle 的时候，其实在驾驶里面其实蛮枯燥的，对啊，就对不对？而且要你看有人上下车，随时要注意，对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。我讲句实在话。Nancy， 毛手毛脚这样，对，毛手毛脚摸你们的摸这样，毛手，变态的是，哎，如果把这个单字这样子放在这个里面，哦，可以放后面，可以，后面不要太开心。香菜怎么讲 ？Big， 香菜 ，and coriander or cilantro。我可不可以不要搭这辆公车，压力好大哦。把它挂在耳朵，它就会记忆了。弹起喽。手是什么手势？哎，手势。Black Q。Hello。Hi。是不是想坐这台啊？是不是有点太近啊？老师说你慢慢的。这怎么办？楚伟，我怎么看到很熟悉的人？你好，跟他一个打个招呼。谢谢兄弟，欢迎来坐。我小心不点死，说的是呢。啊，阿松学长，拜拜。这没有想到说你也转行当公车司机了吗？这十个月我不断的沉浸我自己。是吗？其实我变得不爱笑，扮出单表看谁先笑就输了。哈哈，我输了。什么梗啊？什么梗？下车！他现在转行当英文小老师啊？真的？真的假的？这种鬼话你说得出来？我们要来怎么考试啊？来，我们要来考试啊！你们大家都背好了吗？还没。还没。干又寒哦。想先发问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们公车是卡住了，是不是？他在正常推动，你们稍等一下。好，正常推动，哎，很近呢，很近呢。啊！为什么呢？全集中呼吸，真是酷。哪里过来？走到了，同时接了。Yeah!
Kid 龙。哦哦哦！他来问 Kid 龙。来，大哥没有输。大哥没有输。来，怎么拼啊 ？D A G G E L。我讲一个班级最讨厌就是打死就给小抄跟给 pass 那个答案是错的。大哥哦 ，D A D A。我的嘴型哦 ，Y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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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 啦，你是不是又鬼改啦？没有，你是不是又 SHU，OK，台南人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，好，哦，好，所以我们来考洋洋哦，洋洋最喜欢吃儿童靠儿童香菜，儿童靠儿童菜，叫做 Coriander。Coriander 拼叫 C O R I A N D E R， 对，答对了。这个必须死。OK 了。老师，怎么没有在专心？老师，我念了三遍了，对，有听吗？没有，别人手机被偷了，他手机被偷了，一直骂他。其实这个英文真的蛮难的。现在这个动作是在做什么？英文是什么？打哈欠。打哈欠。嗯。Yawn。Yawn。Yawn。哦，名字抄考也会 ，OK 呢，真的很强呢。OK。那你新的吗？水之呼吸十一字行卡。我要等一下，两位。真的，安的。哎，你那个第几次不要贴错了？太差了。好，钟老师，拜拜。啊，再见啊！哈，赶快背一背啊，赶快背一背哈。好，钟上。好好开车，好好开车。我每次在开车的时候，我都要在我的司机。日本行，赶快过去，我们赶快再一次日本行。那我，那我有一句话送你。嗨。慢慢塞车，平平安安塞进车，来出代志哦。照了，谢谢谢谢。哎，隔壁的，你看一下。哎，我们一直看他，他就感受到我们在看他了。你看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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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。我好像没有在公车上面录影过，哎，这是第一次。我也是第一次啊。那我们趁机来拍一些。一片的一些剧情。首先，你现在有一个时间暂停。哎，咔嚓！哎哎哎哎！想不到还有第二发工商时间。海哥，你有发现你刹车控得越来越好了吗？还不错，没有什么顿挫感，就没有了。没有，对。对对，然后打喷打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叭叭叭叭叭叭嘞！对对对，其实我觉得玛丽还蛮好笑，越来越好笑。刚刚直接比中。也超多个了。哎，儿童乐园，各位，左手边是儿童乐园，这是我跟台哥维修的啦。儿童游乐园。哎，只有这样子，发现公车这样走一走，走让台湾，台北让每个地方，我们去拍了蛮多地方哈。直接的比较。溜溜麦。溜溜麦，对。溜溜麦。因为已经他们已经被起来了，作弊作弊，哪有那种作弊啊？你们看，没有的，我讲错了。你在讲，你在讲，我亲你哦。我就是嘴巴封你的嘴哦。害羞怎么办，姐姐？我就我想这种最讨厌，这种就是故意。你要遇到讲他，他说
害羞怎么办？这就是感觉就是要已经同意男生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哎、欸。杀的很好，你不要他评头论足，滚！哎，你夸奖他也不行。你是什么评审？你说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乘客，乘客不能评，不能说开得好，去吃饭不能说好吃，看节目不能说好看，滚！酸民。拜山石鼓一点。而且乘客，我们这个，阿里啊，旁边那边坐啊，你看六十多公尺呢。谢谢大大的司机指导。死过瘾呢，是小小的乘客。阿里啊，六十多公尺，司机爱戴，爱戴什么车？司机爱戴的是个。嗨。啊，ちょっとあの眠いなこれ。眠い。嗯。这个工作司机太苦了，你说这，从淡海开到这边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已经好不容易到了，他还要回去，还要回去。很近很近很近。哎、啊欸，我们先经过那个，稍微就是前面揪一下。又换过来。来了，有老师要上车了。哦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喂，啊，丢场。这样你认得出来我的帅气脸庞？天谷，天谷大友，天谷大友，天谷大友，死鬼呢！玲珑大师，他的鞋穿的跟阿丢一样。上上上，卡米拉尼诺头球，伊基诺卡塔，雷吉诺伊蒂森。真的，工作之一真的不得了。我开了以后，我才真的越发尊敬他们，真的很难。因为如果你不体验的话，你真的不晓得他们的辛劳在什么地方。而且他每天这样子专注哦，你看，马上讲着讲着又要开动了。闭起来了，没错，你跟他眼睛太小，太紧了，真的太紧了。那你要示范一下那日文版的，跟大家感觉一下，那种真的声优的感觉哦。各位亲爱的旅客，我们再过十分钟就要到终点站了，请大家准备下车。好，那帅哥，不要忘记自己的东西。忘れ物呢？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はい。一度呼吸、一度肩、みなもきに。嗨，谢谢。好了，那大家有缘再见哦。下课了，我要回去整理家里， okay. 因为我现在时间超多的。然后呢，每次要整理家，我老婆都会跟我说，把那个看起来太野的拿走，我就从那房间走掉了。今天这个木曜的青春旅程，大家觉得如何？我觉得很棒，很开心。我觉得很棒。好像感受不出来是台哥在开车哎、欸，像是一个熟练的老司机，对，没错，其实蛮屌的。哎、欸，他真的不输其他那种平常在搭的公车的那些司机们，给他评价这么高、啊？对，因为其实他开的流畅度是很好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跟坐飞机一样，台哥顺利的在终点站停下之后，我们就给他一个掌声。一定要啦，一定要。就是说，可能要请他去上一下那个智商的部分，他的 EQ 情绪控管有很大的问题。没错，没错。看那个摩托车，他奶奶一个熊。哎，确定吗？哎，确定吗？啊！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哇！哇！好香啊！哎，这前面，前面，靠近，前面，靠近的。Yes， 起我吗？没关系，不用没关系。各位木曜主持人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。公车司机台志远，你从头到尾在那边吵，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我没有吵啊！有，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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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要吵，我从来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他。台哥喊最大声，没有，都是 Peter 小声一点。你看，玛利亚想跟洋洋表现得非常好，好不好？玛利亚刚比中指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看工程师这样子整个开下来哦，如果说这些用路人和驾驶人，你都有一些利他的想法，对，就不会有车祸。抢快，就抢快。然后刚才还是这样，从旁边憋出去这样子，然后我这正在转弯，他还要这样贴着这样子我，他到底在赶什么鸟？还有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讲负面的事情，我们要先感动的是你真的开得很好。对，专业应该是正面，对啊，我们应该到这边的。对对对对好了，这个我当然我们还在谢谢。我觉得台哥好像有点太久不习惯被称赞，所以没有有点害羞，然后就骂大家这样子，故意打脸打我，然后给他害羞害羞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而且我不是害羞，因为其实被称赞我是值得的，但是我今天还是要称赞一下站长，因为站长一路这个在旁边叮咛很多一些小的细节，谢谢站长，好不好？最后还是要希望台哥，对对，希望站长评语一下，就是台哥今天的表现就是一级棒。是对，像来市区有时候道路的状况，我们没有办法临时掌握，然后台哥都有办法。对，比起一般我们新驾驶来说，算是资优的新驾驶。老司机了 ，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。所以来带我，我要去北京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几天我一定会通知学校好好的严惩。你现在是真正能够去指南客运上班。对，没错。像我这样，比方说贵公司要任用我的话，目前我起薪大概是多少钱起掉？应该可以6万。哇，之前讲的话这么骄傲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，好不好？6万 OK 了 ，OK 了。我想今天在 Andy 之前呢，我们还要欢迎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明星学长，对，阿忠今天特地为友情赞助来参与客串演出。阿忠学长，对对对，谢谢。阿忠学长，但是我们一直很好奇您，就是说，在这个疫情的一年当中，倒了没？你是去坐公车，还是上 Uber， 还是安怎？你讲是 Uber 对不对？收到，收到。Uber 照顾小孩，因为在这一年我又多了一个小孩嘛。你要多有啊！我这一年没有事做，我哪只能我哪只能去住？还有国旅，国内旅游。哎，我们俩可以搭配耶。我开车，然后你就帮我要小费，太甜了。哎，小郑哦，小郑哦。我们一定要相信那个疫情会恢复，这个世界会恢复原状。等到一切都稳定下来，恢复了，对不对？阿忠，我们跟你约好，我们一定干你一票大的，我们就干你一票大的，免费再去一次，干我一票大的。好了，最后啦，注意啦，一日公车老司机，成功。